话说娱乐圈争奇斗艳的女明星已经数不胜数，到底谁才是最美的女神呢？也是各有看法。2月20号，某网站举办的2017年度亚洲十美的评选结果火热出炉。今年拿到冠军的是杨蓉，第二名是我们的萌包子赵丽颖同学，郑爽和 baby 则分别位居第四、第五。各位投票的粉丝宝宝也很是辛苦。杨蓉作为当下比较低调的女演员，拥有精致的美颜和精湛的演技，也是受到万千人喜爱。而丽颖妹子则是甜美可爱风，最近正在放飞自我的小爽，不知道自己被评为第四名会有什么感想呢？还有一直被整容风波缠身的 baby， 虽说质疑不断，但是人家长得好看就是王道。除了完美的脸蛋，无论什么风格都能驾驭的 baby， 所以才会被这么多人喜欢着吧。看到这一排名，网友宝宝也纷纷觉得实至名归。杨蓉的五官很标准，很精致，相比较其他明星，人工痕迹更少。杨蓉、赵丽颖都有颜有眼界，喜欢他俩。芒果网新闻，自家爱豆能被认可也是很幸福的。好的。